请两位伙伴打出第一个密码数字。零。对。第二个密码数字，请打出。六。第三个密码数字，请打出六。第四个密码数字，请打出九。这是第一组数字，代表台湾的台。第二组数字，第一个密码数字，请打出。密码数字，请打出四。第三个密码数字，请打出九。第四个密码数字，请打出四。这是第二组数字，代表台湾的湾，0669-3494。这两组密码代表的就是台湾。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朱南贤主任秘书与理事长林佑昌伙伴、秘书长苏德祥伙伴上台，替我们大家与象征大陆营精神的 logo 合照。也请手上拿着数字的伙伴到前方一起合影。今天特别的是，我们现场有一位小小贵宾，也要跟我们一起参与大陆营的志玲伙伴，我们邀请他一起来跟我们。